木凡哥哥，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我觉醒了治愈系。治愈系？那不是白魔法吗？嗯，是啊。不是说魔法师在初阶只可能觉醒元素魔法，像白魔法、黑魔法、次元魔法都要到更高的境界才会觉醒吗？嗯，我也不知道，老师说是会存在一些特例的。啊，木凡哥哥，我知道你在做很危险的事，以后我也可以帮到你了。哎，不危险不危险，就是打点怪捉点妖。哎，话说我还没有见过治愈系的魔法呢。我很快就可以完成七颗星子了。那要不要我去受个伤什么的，给你练练手啊？开个玩笑。爱光焦灼，梦在现实中流落，魔法道路荆棘太多，穿透胸口在明长河，逆水行舟，不惧所谓诅咒，对抗不公命中，踏上了征程。在海越过梦之丘， Bright sky 灼热闪银的双眸，解锁平凡，解开不说谜团，信念从未改变。时空要走在黑暗的尽头，换身份决定终生。看烟火划过天际，带着心事 Go My Life， 对方宿命魔法住在了新的规则。时间过得好快啊。是啊，白天修炼，晚上猎妖，过得越充实忙碌，时间过得就越快。哦，什么猎妖啊？没什么。话说起来，你打算考哪所魔法大学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走一步算一步吧。凡哥，你还有心思问我呢？你和穆卓云那个老混蛋约战的时间就快要到了。凡哥，我听说这次那个老狐狸特地把博城所有有名望的人都找来了，这次决斗还放在宇阳18岁成年礼上，明显就是坑你的。哦，意思说那天决斗的场面会很大？那是当然，你现在怎么说也算是天蓝魔法高中的第一名，已经不是以前的莫凡了。穆卓云故意把你们的决斗放在宇阳的成年礼上，用意很明显了。就是想在大庭广众之下让宇昂把我击败，好显得他穆卓云的养子宇昂有多优秀。莫凡。啊，莫凡，校长找你，你去一下。汤圆老师，我有事找你，一点关于火系魔法的变化，要不晚上我去你公寓好吗？你终究要为当初的鲁莽付出代价。这次穆卓云把你和宇昂之间的决斗搞得非常隆重，你知道其中的原因吗？决斗那天是他们穆家接班人宇昂的成年礼，他请了博城很多上层人士到他们庄园参加晚宴，晚宴之后的重要节目就是我和宇昂之间的约定决斗。这只是其一，还有别的原因？这场决斗还关系到了地圣权。地圣权？你听说过？没有。
上次那只独眼魔狼就是吸食了地圣泉的气运，便差点进阶成了战将级的骨刺蒸狼。法师要进入其中修炼，岂不是有希望从初阶法师进入到中阶？这地圣泉可是个宝贝啊。我们博城有一口上千年历史的圣泉，魔法师在圣泉中修炼，修为可大幅度的提升。由于地圣泉非常稀有，并且随着岁月正逐渐枯竭，我们博城约定俗成，每年只会让一名最优秀的年轻法师进入其中。一名？这么稀有？学校这边，你毋庸置疑是我们的最佳人选，而家族势力那边，玉昂已经碾压了其他家族的年轻一代人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地圣泉名额就在我和他之间产生了？是的，这个穆卓云真的太会打算盘了。一箭三雕，成年礼上在博城高层人士面前捧高了他的接班人宇昂，又教训了你当年对他的不敬，更获得了重要的地圣权名额。哼，他算盘打得好又有什么用？他真的以为自己必胜无疑吗？讲实话，宇昂背景雄厚，无论是修炼资源还是魔具魔器的辅助都要比你优越太多，你胜算不是很大，但搏一搏吧，别输得太难看。嗯，你尽力而为，至少在各大业界人士面前展现出你的实力来，给我们天蓝魔法高中争点面子。我说，你们两位对我有点信心行不行？听说穆老爷把以前后勤司机莫嘉兴也请来了，还是宾客系呢。什么都不懂还瞎说，那能叫请吗？难道你不知道莫嘉兴的儿子莫凡要和宇昂决斗？哟，在那天的大宴上，那这个莫凡可是翻了身啊，那么多人看着呢。哎，翻什么身呢？就是给宇昂当配角的，宇昂实力在所有同龄人之上，穆老爷肯定要拿出来秀一秀，正好那个叫莫凡的小子自己作死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怎么会有这么不识好歹的人呢？原来是这样啊，那个莫凡也太蠢了，换作是我，当着那么多大人物的面给别人当陪衬当沙包，不如找个坑钻进去呢。就是，莫嘉兴看上去老老实实的，怎么生这么一个折腾事儿的儿子？你来穆家比较迟，我跟你说呀，好几年前这个叫莫凡的还和穆宁雪大小姐那这小子还有脸来啊？谁知道呢？莫嘉兴蠢得不行，他儿子一个德行。宁雪，本来这个成年典礼爸爸应该给你的，可这小小的博城远不在你的眼里。宇昂也算是我一手培养，对我们也是死心塌地。往后啊，他也可以成为你的左膀右臂。就一定要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安排决斗吗？你是担心宇昂呢，还是担心那小子？哼，那小子现在好歹也是天蓝魔法高中的第一名，宇昂又是我们家族除你以外最出色的继承人，他们两个之间的决斗怎么可以小打小闹？莫凡那小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惹恼我，我绝不会对他心慈手软。天蓝高中的第一名，在我穆家培养出来的弟子眼里又能算什么？他莫嘉兴能给莫凡的和我莫卓云能给宇昂的能相提并论吗？你去哪儿？随便逛逛。
你怎么来了？我问了星夏，他说你在这里。嗯，来这里吹吹风，顺便看看决斗那天我的舞台有多华丽。你家就是财大气粗啊，弄个成年礼，半座城又头又脸的人都请来了。你最好别去了，宇阳不会对你手下留情的。这么说，你这次来是带我跑路的？是你离开。最好是离开博城。宇昂七岁的时候流落街头，被我爸爸带到穆家，又一手栽培，对我爸爸言听计从。决斗那天，宇昂一定会对你下狠手的，往后也可能处处打压你。那一案呢？我看他不顺眼没十年，也有八年了。他是有些古怪，所以明天正好收拾他一顿。你有没有听懂啊？我是叫你明天不要去。我问你啊，你到终结法师了吗？你别去，一个多月后就是魔法大学的考核了，玉王一定会重创你，让你连这场重要的考试都没法参加。我会去。为什么？我问你，你爸蛮横强势，为人势利，还逼迫你做你不想做的事，那你会讨厌他吗？我爸关心我，体谅我，我无论闯下多少祸他都帮我担着。我考试一塌糊涂，我却固执地想要到天蓝魔法高中，他连问都没多问就倾尽一切送我入学校。他待人宽厚诚恳，心夏妈妈与他重组婚姻不到一个星期便不辞而别，丢下心夏，他没一句怨言，还继续照顾着心夏。你爸是什么样你自己也清楚，那种情况下你都不讨厌他，那我有这样的父亲，我是不是该用尽一切去敬重他？所以你能明白，当我看到他需要对别人低声下气，看到他总是被人嘲笑愚蠢，看到他从没被人尊重过时的心情吗？居然敢和大小姐私奔，是不是不想活了？对不起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你要怎么样都行啊，别为难莫凡，他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啊。哼，哪儿不懂事了，懂事的很啊。哼，懂得攀龙附凤，懂得蛊惑我女儿了。莫凡，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以后要是再敢在他面前出现，我打断你的腿。现在有一场可以证明他所做的一切并不愚蠢的绝佳机会放在面前，你觉得我会逃吗？而且谁是配角还说不定呢。飞石、文杰，你们总算来了，我等你们好久了。今天来的都是城里最好的厨师，保证能合你们胃口。剑光，剑光啊，没想到今天还能到大家族里混餐饭吃。是啊，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里。彩棠，你也太低调了吧，一直住在豪宅里，也没听你提起过。你们也没问吗？彩棠姐，嗯。有邀请你这小混蛋吗？我差点忘了，你是给宇昂当沙袋的，还一副贵宾的样子，我都嫌你丢人呢，以后不许叫我姐。差点忘了，他们不认识我，我去猎妖队时都戴着口罩和帽子的。好歹从小认识吧，别这么见外。一边去一边去，别妨碍我接待我的队友们。好可惜啊，
范某说今天有事不能来呢。那小子要看到彩棠是大户人家，估计立马倒追。是啊是啊。怎么了小可，干嘛盯着人家看啊？没什么，只是好奇他是谁啊。就是那个不自量力的要和我表弟宇阳决斗的家伙。哎，宇阳你们也见过的吧，那次帮助我们杀独眼魔狼的。他背影看上去有点眼熟。我也觉得呢。那天夜里他也在啊，是他发现独眼魔狼的，结果灰溜溜的就跑了，还添了魔法高中第一高材生。哼，好像范墨和他年纪也差不多，但实力和勇气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呢。你小子现在还有心情大吃大喝？教官，你怎么也来这里骗吃骗喝的？怎么说话呢？我能来这儿是穆卓云那老货的荣幸。我看你是得罪了博城大户了，要不毕业后就跟我的军队混吧。谁敢欺负你，我斩空的人把豪宅给拆了。那还是算了，我喜欢大城市，不喜欢深山老林。不识抬举。哎呦，今天穆家真是大手笔啊，国城能叫得上名号的都来了。哎呦，看来这宇昂真是穆家未来的接班人呐。肯定是了，穆凝雪在帝都发展，这博城怎么也得有个接手的。莫凡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们怎么也都来了？学校给的名额呀，你可是我们天蓝魔法高中的代表，怎么可以没有我们学校人过来助威呢？真是，这名额本应该是我的，勉强让给你了。你可别给天蓝魔法高中丢脸啊。老大，刚才我看到你爸爸也在受邀名单里，是不是他们搞的鬼啊？没什么，也是好事，让我爸爸来看看我是怎么赢的。诸位，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犬子宇昂的成年典礼。时间飞快，我一直深信博城的未来是掌控在这一批年轻人的手里的。俗话说得好，青出于蓝胜于蓝，我穆卓云能为博城做的也就这么多了。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，博城的年轻才俊可以从我的手上接过这一切，建设更好的博城，并会涌现出更多像我女儿穆凝雪这样震惊全国的天才。好，让我们举杯，为了博城的美好将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当然，为了今夜更加有气氛，我安排了一场年轻人的决斗。待会儿就让我们见识一下博城年轻人的风采吧。炽热的火焰不熄灭，不退却。